朋友没有什么表示。有，他有买花，他有陪我回家跟奶奶一起庆生，我们两个是同一天一起庆生，是一种很奇怪奇妙的感觉。这年纪的庆生，我比较大，他小几岁？九岁。你现在已经40了，已经2月14那一天。那有什么特别的？其实很平淡的，有一种初老的症状，年纪越大越没有想要欢庆什么事情。对朋友没有什么表示。有，他有买花，他有陪我回家跟奶奶一起庆生。有个很巧合的是，我男友跟我同一天生日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是同一天一起庆生，是一种很奇怪奇妙的感觉。这年纪的庆生，我比较大，他小几岁？九岁，一开始也不知道差不多，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同一天生日。其实，因为他其实不太知道我在干嘛，他有点不太知道我是个艺人。他到现在好像连我一部戏也都没有看过，我有强迫他看，但他也没看。可是应该感觉不出来年龄差吧？如果说沟通，哦，对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，可能我也蛮幼稚。所以现在有热恋期的感觉吗？现在应该还算热恋期吧，因为时间还没有很长。其实我确切在一起的时间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有点算是从朋友，然后慢慢就突然自然在一起，也没有什么谁追谁。就是你没有说什么40岁的时间，对啊，现在进度，就现在真的刚认识没有很久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度。就是我也没想到，就是人生怎么40岁还没结婚，我不敢再对你们讲这些。翻出来简单一点，真的太丢脸。想赶快结婚是真的，也想要赶快人生稳定这样。你怎么已经被写整经济学写说已经结婚？对。我觉得这是有心人是乱讲话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呢，我想结婚这件事情，身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。但前任就是算了，过去不提了。就是可能第一次对未来的想法不一样，所以我后来觉得自己的年纪快接近40，好像要替自己做自己的人生做主，这样我也不想要父母，内心有担心，可是表面好像又很让我自由。对，我知道爷爷奶奶可能也想看到孙子孙女，就是大家都成家的，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思考蛮久，然后我想说，好吧，那就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，那我就继续往自己人生前进。然后我就蛮幸运，我大概单身超过半年多一点，我就有认识了现在的。那什么时候变成家人？就这件事情很莫名。对，我爸妈反而没有跟我讨论这件事情。他想要动人吗？小孩没有，没有动。我想说有缘就可以这样，缘分。会不会小孩先来然后再结婚？这我现在不求，以前会觉得要循正常的顺序。但是现在年纪大就觉得就缘分吧，对，不知道哪个会先来，但是先来都很 OK， 根本就不敢想，不求可能老天爷就会给我。